看老妹儿今天给你整一个凉拌面皮儿，买回来的面皮儿啊，咱们用开水搁一边俩先泡上它。这花生米呀、啊，你得凉油下锅炸，炸的嘎嘣嘎嘣响了，你就给它捞出来。你要是想吃带点盐的呢，你就趁热给它撒盐，要不然盐给挂不住了。再切点那小配菜，黄瓜啊、哦、胡萝卜、香菜。泡好的面皮呢，咱们给它控控水。你把这个配菜和面皮啊都搞一起。大哥大姐们，你们收藏一下做法，一会儿啊我给大家带这个料呢，都是面皮里面带的。这个面皮啊拌好了，能当菜呢也能当饭。你把带那小料呢都搞里头挤里头，然后你把那小料给它扒拉匀乎的，你别整那一口咸一口淡的啊。这面皮啊好吃还筋道，完了还没有焦，城市味儿的。年前呢我就给大哥大姐们带这一场了啊，发货都排号呢。咋样，你看有没有食欲，往嘴里面吐了就行了，成香了呢。这玩意儿有辣的有不辣的，这麻酱的呢适合咱们所有人吃啊。这小味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来啊、哦。